次煮的不是特别辣。有铁铁说我已经快一个星期没有吃羊肠了，抓紧给你们安排。今天炖的有嚼劲儿。
子里的油。特别香，最后一口，敬大家。这种细的其实要比那种粗的好吃很多，那种粗的太油了，这种其实刚刚好。忘记挥手了。